这家我说这边的卤肉饭特别好吃，对，是因为什么？老板娘很正吗？那肉燥不会很油腻，肉燥不会很油腻，对，然后饭也做的粒粒分明。哦，真的吗？这里是哪里？建行路，台中建行路。哎，这边几号？593号。隔壁有一家卤肉饭。那就是一般我比较常吃到的，反正这家的比较真的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哎，不是，靠，不是我，我以为是我，看一下他有什么菜色。卤白菜、烫青菜、冷豆，哎，这个单价还可以哈、哦，卤肉饭35块钱，卤肉便当70块钱，哇，70块。在台北很难买到70块的便当了，果然台中的物价真是好啊！竹笋贡丸子汤、笋子汤、鱼丸汤，看我都不用看外面的，知道这样刚好。现在是用慢动作吗？啊？你是用慢动作拍吗？没有啊。画面怪怪的。会吗？好像怪怪的，你用慢动作。你少来，闹。没有啊，正常啊。这样吗？对啊，我们刚刚点了什么？三碗卤肉饭、鱼丸汤，然后还有烫青菜、卤豆腐、卤蛋、肉羹汤。等一下就来。对，等一下，哎，有点久嘞，叫快点。叫了，还有叫白切肉卤豆腐、冻豆腐、冷豆腐。哎，我们要叫粉肠吗？没有粉肠，没有叫粉肠啊，没有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哦，看起来好吃啊！没有卤白菜是不是？然后那个粉肠我点了，我不知道哎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帮我加一下。干的哈。对，干的。好，混一下哈。这个再帮我收一下。我们家卤肉饭。哇塞！老板饭啦，这就是台湾味啦。这个笋子汤不怎么像昨天那个那么好喝。这就是爱台湾的那个对啊，是不是呢？对哦。啊，没错哦。这还是台湾的。这个是粉肠汤啊，哦，赞。烫青菜，白切肉。白切肉。聊一下，这个才叫美食主播，好不好？还是这样。我呢，很糖干的，哎。哇！你那个已经半碗半下去了。